大使和夫人看到我穿的这个衣服就非常有兴趣。当他们知道我穿的这个衣服已经超过200年的时候，他们非常的惊讶。然后大使呢非常亲切地跟我介绍，他说你看你穿的这个衣服已经有数百年了，你知道我们中科两国的这个友情也是有很长的时间了。